辣椒豉油有没有别的调味在里面的？炒粉就炒粉豉油，火锅豉油就火锅豉油，那个芙蓉蛋花豉油就芙蓉蛋花豉油。大概没有放豉油啊？不是，你出来吃的时候你自己放的吗？不是，我们煮的放的给你们吃的。他刚才不放那个豉油也挺好，没味啊。有没有那个万能的豉油？拿给你看一下那个。只是拿给我们看呢、啊。直接给我们吧。那我们不，陈哥，你可不可以叫这里帮我们备好一个，我们就不用去买。全部料备好给你，你们快去。对，我们就弄这个。这是这个万老板，啊，东哥在不在？东哥在不在？东哥在吗？是阿姐，哎呀，老板，东哥来。哇，真的不要不来。东哥，东哥，马上，马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大家在。麻烦你，对。哎，不啊。哎，我们今天本来是来学那个，全哥是学那个五个跌倒饭，所以我怕，然后我们去菜市场买呢，就我怕，又怕有点多，对，又怕不够，又买错，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在你们的店里面买一点材料回去。那就省事，就我们没那么多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想都不用想，哇！老板真的有义气，怎么你来当老板呢？我哋每一碟要预几多份？都系十份先啦，每样十份，系咪五十份要整？唔系预咗十个客先，你要不要让他们抽，不让他们选？臭也挺好啊！你对一个环节，哎，我吃什么了？要芙蓉蛋饭，不错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多一点环节嘛，对，蛮好玩的，就这样。但是抽的人，然后哎呀，我对鸡蛋有敏感的，你给我出去！就人家发神经那个人，前方闪，你出去！我们压力太大了，对不起。没事。